换上了江国豪。江国豪是来自于国立台湾体育运动大学的选手。啊，球啊是相当啊灵活啊，也相当有违禁啊。那最大的是相当啊这个柔顺啊。多的一个出赛机会，也展现出他一个好的一个投球能力啊。外垒方向的滚地球，再来打击的是朴振宇。球速上面是由投手取得了绝对的领先，良好球没有坏球，最快的球速可以来到148公里。这球一个要挥不挥的动作，崔宇正。哦，对不起啊，看错了啊，是52号。再看这个变化球，太高了一点啊。对，要让他。回放落空 ，Thank you very much。